大家好，我是英郎。今天我们换一把武器啊，这把枪初始拥有大量火力，但它的子弹实在是太低了，只有一个装弹量，还有三发备用子弹。这武器真的太可怜了，它让我感觉这更像一把刺杀用的武器，它非常容易命中敌人。今天依旧是挑战隐藏结局的一天，如果隐藏结局不出现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隐藏结局太难出了，像我这种脸黑的非洲人一般都碰不到隐藏结局，有可能碰到隐藏结局但半路就被打死了。我玩了这么久的霰弹枪国王，我不敢说我的下棋能力能有多强，但在技掉的速度这方面没有人能比我更快。由于这把枪只有一个装弹量，非常容易技掉，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复活，防止突然暴毙。敌人的强化是多了个王后，不过也给我们塞了一个灵魂槽位，毕竟一个王后太可怕了，王后的强力简直是难以相信，大多数情况下两个王后就可以把你逼上死路。为什么说一个装弹量容易暴毙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打一发就需要浪费一个回合进行装填，也就是说你要打敌人两枪的话至少需要三个回合。装弹量少最容易翻车的一个点是打红弹药之后没装填，结果被两个棋子给包围了，这时候直接就记了。这里选择灵魂香炉，我们增加一个灵魂槽位啊，这可以让我们移动的时候更灵活，真期待它能出个王冠啊，那样的话我们就约等于多了好几条命了，配合王冠移动的时候多一个额外回合，很难死掉。哎，这里有好东西，逐级赦免。这每个空置的灵魂槽位可以增加我们一点火力，一点火力非常的多啊！而且我们有三个灵魂槽位，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操作的弹就拥有三点火力啊，那确实有点强。灵魂王冠总算来了，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巨大的保障，只要拥有灵魂牌我们就有超级大的概率被击掉，而且也不用动太多脑子怎样才不会被敌人包围陷入死局。这里只能选择一次匕首了，减少国王的生命。国王减少生命的话，他大概剩八点生命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只要和灵魂牌配合的好，基本上一发就能带走国王了。这确实有点用啊。这两个什么被动啊，太坑了，我们只能选择这个了。虽然和一次匕首冲突了，但能增加我们的弹药，不用浪费回合去生成子弹，那也是挺好的
啊，只是可惜我们刺杀不了国王了，真的令人感慨。所以选择神圣火药，我们增加火力，实在是没什么好选了，只能选择增加火力了，真的令人太悲哀了，竟然没有可以增加重量的被动，太倒霉了。哎，这个额外枪管来了，增加一个装弹量，刚才刚吐槽完他就来了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最少可以打两发之后再装填了，而且一次装填是两发，四舍五入约等于多了两个回合，那可真的太强了，敌人多了亡灵军队，这被动有点麻烦，杀死非士兵的棋子时他会生成一个士兵，如果我们有老鼠的话，那可以咬咬咬，非常的快乐，可惜我们没有，不能快乐。这里选择穿心之池，有 30% 的几率穿透，以我们目前的火力，如果能穿透的话，那可是太顶了，我们刚好缺少 AOE 手段，我们能穿透的话，就大幅度提高了我们的子弹利用效率。这老鼠也过来了，我们选择老鼠，杀死敌人时会生成一只老鼠，然后对附近一个随机单位造成一点伤害，这对亡灵军队可好用了，太快乐了，他强不强不说，但他真的快乐
啊，不过令人感慨的是，今天这一局好像也没有隐藏结局。我们又来虐 boss 了，可怜的白王，上一个白王已经变成树了，这个白王他被击败后会变成什么？当然是变成背景板。刚才我们好像解锁了一把武器，那武器下场战斗再说。如果各位想看隐藏结局的话，我会尽力的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录出来了。What?